我们在服务之中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群众、一切众生服务，无论事情大小，如理如法，合理合法。合理是般若波罗蜜，合法是持戒波罗蜜。你办事情啊，方法很正确，方法里头没有过失，这叫持戒。持戒是守法、守规矩，无论办什么事情，有次第、有程序、有条不紊，让别人看到，尊敬你、佩服你、向你学习，这是持戒波罗蜜。持戒对治我们的坏习惯，持戒度恶业，很多坏习惯、很多坏毛病，不足为社会大众啊做榜样的。所以样样要想到，无论做大事，无论做小事，我们做事的程序、做事的方法，都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。这个心是持戒的心，这个行为就是持戒的行为。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，把信德忽略了。现在佛教给我们说，我们要把信德找回来。从什么地方找回来？从持戒。戒律里面头一个就是要尊重别人，要尊重万事万物，决定不能够轻慢的。你要问这是哪一条戒？这是根本戒，舍善业道。舍善业道落实在哪里呢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落实在《感应篇》呢。今天你戒律再严格，你不能落实到《弟子规》，不能落实到《感应篇》，假的不是真的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我们最重要学的，就是真正要在生活里面，在日常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在这个里头学定、学戒、学定。戒呢，就是守法、守规矩，穿衣有穿衣的规矩，吃饭有吃饭的规矩，办事有办事的程序，那就是规矩。待人接物，尊卑长幼，不能不懂规矩。守规矩就是持戒，儒家讲的守礼、守规，佛家讲持戒是一个意思。无论自己的私人生活，或者与其他人交往，要守礼，要守规矩。佛在《梵网经》里面教导我们，不做过贼。这个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决定不能做伤害社会、伤害国家、伤害人民的事情，不可以做啊。第二句教给我们，不谤国主。这个国主的意思非常广泛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各个团体的领导人。我们做学生在学校念书，决定不能回谤校长。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里工作，决定不能回谤老板。我们居住这个国家，决定不能回谤国家的领导人。佛在戒经上教我们的啊，璎珞菩萨经、菩萨戒里面，佛教给我们不漏过税，这个意思要是引申，决定不做占别人便宜的事情。如果我还有意要想占别人便宜，这个心是盗心呐、你已经犯了偷盗戒了。佛说不漏过税呀，那这个是尤其是慈悲的告诫。为什么呢？过税是全国人民所纳的税，你要是偷缴过税，你是偷国家的财物。偷国家财物借罪从哪里借呢？要从全国人民借，这个是麻烦。璎珞经里面还有一条，不犯过制。过制是什么呢？
国家的法律，地方上的规约，还包括伦理、道德、风俗、习惯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样样都要遵守，不可以违反。这佛教导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，怎样能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。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很多，我们要懂得守法、守规矩，这是菩萨道，这叫持戒不落。无论是举止，无论是言谈，无论是工作，都有程序，有次第，有条不紊，这是持戒不落灭。持戒就是守法守规矩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有人见到我要守规矩，没有人见到也守规矩，把守规矩养成一个习惯。我们学佛的人都懂啊，没有人见到的地方有鬼神见到，怎么可以说没有人见到啊就可以随便一点，可以放一点？不可以啊。谚语常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地神明无时无刻我在监察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所以儒家讲慎独，都是独自，没有别人见到，也要小心谨慎。如同什么所事，是什么所指一样，成就我们自己的德行。那么这叫持戒。持戒的目的是度主，也就是度我们一切恶念，度我们一切恶行。一个是对自己的恶业恶行，一个是妨害他人的恶念恶行。持戒的目的在此地，所以他的功德才能够产生禅定。像这个希望大家要留意，持戒度恶业，恶业里面就是有两种，一种是对自己的，对自己的恶业呢，简单的说啊，就是你心里头这个心接触外面境界起贪嗔痴了，这个是心里头的恶业。你的造贪嗔痴这些相，那就是思想的恶业，这讲自己。对别人，别人得到功德利益，你起了嫉妒心了，那你是心里的起恶业，表现在行为上，想方法破坏别人，障碍别人，那是行为上的恶业。我们持戒，不障碍自己心地清净，不障碍自己的道业，也不妨害一切众生。戒律持得再清净，还有恶念，还有恶行，这个持戒不能叫波罗蜜，只能叫持戒。不愧是波罗蜜，持戒要加上波罗蜜，一定是一个恶念都没有了。这个恶是用生恶为标准，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菩萨的标准连念头都没有了，这深夜才走到啊。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意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持戒波罗蜜。心地怎么样？纯净纯善，这持戒波罗蜜圆满了。念佛法门，诸位知道啊，心净则佛土净。什么人能往生呢？心地清净人能往生。所以持戒帮助清净，我们修的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，而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
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本性，是我们的性德，这个东西失掉了。现在怎样把它找回来？佛就教给我们，持戒就能把它找回来。